家好，我是护理师谭敦慈。我们仔细清洗，正确调理，就是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。每一种食材从土地到餐桌都要严格把关。我喜欢宜兰县推动的饮食健康权，鼓励友善耕种的作物，吃当季在地的食材，一起找回良心，保障食品安全。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。